他那就把你操飞了。哎、欸，我打完这把要拉掉了。 OK， 你什么时候来开？ I thought you'd never pick me。我晚上要找 Duke， 你要不要来？哦，真的假的？晚上今天没办法，我今天要晚上要跟姐姐出去。你要哦 ？Blank， 感谢岛内超市。中路是椅子吗？不是啊，他不知道是谁啊。被人弄到半年，应该只是个路人。我以前通常遇到他家椅子，我原本在猜他到底是椅子，结果遇到正版的椅子就对了。遇到他们两个共同队，然后椅子选上陆地山泽，椅子是看哪只啊？龙兽就对了。椅子开龙兽、哦，对啊，那种龙兽之前的。就什么被冷冻的那半年、啊、哦，欸、被冷没有吧？哦，被偷走那半年，被偷走那半年，被偷走那半年是那个龙兽吧？就后来不改龙兽了吗？可能什么炸巨龙兽？对啊，然后不是有另外一只是跟单立牌那只叫什么创作型歌手刘伟健？有卡牌哦，行，小心等心。你觉得雷文会抓塞？我觉得雷文会爆裂。你前面要先帮我们。I thought you'd never pick me。再测试。我打了，感谢董内多测试一点，谢谢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们撞进来，他们想要干你！天哪、啊，我、哦、好凶哦！凶哦！哎、欸，他们想要直接开杠哎。欸、感觉可以龙兽加怪，龙兽加怪。温兹你好，我有个好朋友叫谢又廷，他今天生日，可以帮我跟又廷说声谢又廷生日快乐吗？再一次麻烦了，又廷说他没看到。行，又廷生日快乐。这一定应该要先帮我挡吧？干嘛不帮他？我操嘞！刷两下就，我靠！我挡到底，他一直一下就走了、欸，直接爆裂，一等就没有血了。对面开三门步，哎、欸，三二开干，三二开干，是你吗？哇，葛雷夫直接进来，操你！真过分，这葛雷夫。啊，没到！辅助不见，要跟我讲啊。行，辅助还在，而且我们下路是推的。怪这，啊，蓝都没吃，傻逼！哦，他应该会进来帮我蓝。行行行，我会靠比对面下路快，我比较早。下路线回推。好，哎，再一次，来，他只有两级。我加怪，我比对面 support 早，可是对面中路比较快哦，你要小心一下。再过来！我顶到！啊，断了！一断了！好、啊，死了！还有你命！ Nice！ 退了！哦，好，龙兽哥，龙兽好猛！哦，龙兽好猛！温兹，你好，我朋友谢又廷，他还是没看到，可以再说一次谢又廷生日快乐吗？又廷，你怎么那么烦 ？OK 啊，又廷生日快乐！哦，生日快乐，好，又廷，我就知道他想翻页。他打法就是我叫他就会操吧，哎、欸，蛇炮没事，他没有。
一定要死啦！你再吃一个 EDQ 就挂嘞。没事没事 ，EZ 没魔。我帮他挡，我帮他挡，我怕他真的死死。我帮他挡所有的 Q。OK， 应该好打一点。哦，龙兽要靠下吗？我觉得也不太好，慢慢吸回来就好了吧。I thought you'd never pick me。你好，我有个同学叫陈崇年，他最近精神病发进了精神病院，可以祝他早日康复吗？空山小，谁跟你精神病了？哇 ，AD 快回啊，不然没办法打了。反正线不太好。哇，听到我的、欸，闪钻。我来分上，停，四级、欸，半夜反倒输我一等。OK， 感谢董内，又停闭嘴。哎、欸，中路贴符没上，好，我等冷冻半年出手。哦，冷冻半年出手了。温姿你好，我是谢佑廷、哦这个，我听到你跟我说生日快乐了，我很开心，所以我再斗给你一瓶麦香，有空来台南请你吃饭。哦、不要来、啊，可雷夫离远，他应该补充哦，没事没有，我们吃完就走。来，我帮你。OK， 感谢佑廷。哎、欸，我毒爆他家野区。哎，有分眼哎、欸。干、欸、我溜，干那么两次的、nice ，我快溜了。他感觉要开那个，哎、欸，溜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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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溜，打逼 ，OK， 骗两个八七，逛、啊、了一波，哎呦呦，哎、欸，我现在 Q 你最后一下，你会不会有心结？不会不会不会，起码你有帮打嘛，你有帮打，哦，不是完全不帮打，我上次遇到那个就在我帮打之前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，晃到最后。何先生死地，他按个 Q， 砰！然后说：“哦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想要帮你做输出。你干嘛？”我说：“嗯，没有啊，我帮你吸吸河蟹，他才会降、啊。”他没有一点歉意，上次被偷，他是没一点歉意的。就嗯，我的妈，不能吃你河蟹是不是？那种感觉，这么拽哦、喔欸！感觉真的拽，加闪加闪。零比四，哎，这场是三路都赢啊！有没有？等一下，不再是我一人独飞的时候啊！有没有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等等，就队友直接送给你吧。你要小心点，你要小心你的队友啊！好好好。卡牌会飞哦，六等了，他往左，他没有，他不会飞起来。哇、哦，操你妈，防我！真畜生哎，格雷夫在这防我红。真是有病，这个人。嗯、下路就稳龙哦，什么操作？嗯。哇，这几次打现在有够无敌。然后贴符有机会飞下，对。铁斧还中哦，哦，这开干死了！格雷夫刺鬼哦，行，我玩我的蓝，守蓝，我真的回去帮你守，他敢进我回去守，来，他敢进我们就开刀，啊，有种进进看啊！哦、他没进，他没进，我吃上面核钱。好、欸、，AD 没上 ，AD 没中。好像近哦，我去看一下，看看，他不知道我，他不知道我的位置，他进了，他进了，
他没吃。哦，打败他。我还行，我还行，我还行。我交上，我交上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看你们怎么打。我干！天哪！我靠，什么东西？操！你们怎么不见了？两个。哇！你们被扒的定两个哎、欸，被定歪。哇！我也爆了。哎、欸，这波我们直接被操飞、欸。打白资源有点快，你的位置直接被夹着、嗯。我直接被夹，因为龙兽比较慢太多了。够了，然后开鬼符，应该死了。我去救他，我去救他。你在哦，是的，他们四个，他们四个，哇，死了死了，救不到。你上路做事吧，削了四只，过不了，没事了。你要杀 TF 吗？被防攻被夹过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格雷夫要回，我全招，我过来啊，直接操他。哦，好交闪，雷文好像直接开多，我要不要跑上？雷文在干嘛？干雷文逛街，干我要直接闪现开干、欸，走贼走贼走。睡觉吧，雷文直接，雷文不跟你演，他直接逛给你看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要退，这个要退。一来啊！格雷夫在这。给不下半步。哎、欸，这个感觉龙兽飞了哦，先加格雷夫吧。嗯嗯。哦，拿，这都能跑掉，我跟你讲。他妈的，硬要吃铲除哎、欸，这畜生。真是超凶哎、欸、那种哎、欸，中路有觉得熟吗？夹不到吧，我回去下路。好，上路兵线好的，上路兵线好的，快回上，快回上。哎呦，溜！哎呦，上路硬操，上路没闪、啊，看感觉是，这是要飞上吧？啊！哇！过死吗？哦、oh, ，nice！ 好回我回我，太凶！好了，干嘛？哎、欸，他又烦我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他真的又进来哦！我去找他。啊！哎、欸，他真的是好白目、啊。老超带卡牌啊，每一波带着卡牌进来。没关系，哎、欸，这波可以夹，可以夹。对面下路都不在，如果有机会留到。哦，我绕上面，我绕大圈的。还行还行，有缓到哦。这家伙，别虚弱。我、哦、干，好险，我闪掉了。好废啊！卡牌应该是，我觉得有脚闪。我刚黑黑的没看到。
干真废，直播。李文的操作看起来极卡，哇，他又想中哎、欸，操你妈！哎、欸，他真的是，他不演哎、欸，他妈就是把你，他就是尿进来干你，哎、欸，他没状态，他没大啊，给不没大。翁子，来来来来，下路我来了，保护你的蓝 buff 啊，应该不用。他里面有演吗？还是没有？没有没有，他没进来过。哎、欸，在这里哦。可能在做龙，没事没事，龙还有一分四十秒，下条火龙。哇！他大骂，他死了、欸，龙兽被干飞了。哇！要不要打中？卡牌没闪。给巴德闪喽。我干！我直接，我来来来！哇！我不见了，我不见了，我被秒了。蝙蝠在下。我操！他好像找你。来啊！哎、欸，他没摸，他没摸，他没摸。对对对，格雷夫来了。我干，格雷夫超凶。哇！哦！刚还好没刷到。大绝 combo， 不然你就爆了。你明明就笑到闪尿了。对，有没有啊？我很冷静啊。我刚刚做做效果，喊个不要，你就以为我很害怕，是不是？太强了！哎、欸，雷文要开错，哎、欸，雷文这个操作超级经典，直接屌送一哇！哇，好烂哦，302被单杀，我帮他滚这么多。他刚刚那个操作、嗯、有点雷。哇，我真痛。哦，受攻不是了。欸、巴德没魔法啊，就可以搞死他。太中太中，卡牌没闪，往回中手，这条火。哎、欸，雷文叫 TP 去上路了，反正 TP 干嘛？欸、切一下中路，切一下中路。这里有人，机会很大，两只两只。红兽。别开哦，开会出事。我知。这里刚上面有只野牛扫掉啊，要不要拔分眼？我位置还不错，男枪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波小心上路哦，达瑞斯有机会过来。我觉得达瑞斯在上，应该有 TP。哇，巴德里控。我去白木他，他没眼了。一这个位置，一这个位置，他走了。哇、欸！他想偷，看他想偷偷来、欸，哎，他好扯哦，真的。哦，这个重击！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我吸他，我吸他，我顶他，我顶他，我顶他！啊！一攻水哦！哎、欸，还好我不就有发现。我刚刚想到奇怪，这巴拉怎么怪怪的？因为是葛雷峰在偷偷来啊！哎、欸，要不要带不下路？巴德很远哦，往上飞了。可以带波，我加过来，我加过来。然后巴德没那么快能遇到。他脚移了吗？他脚移了吗？到了。好、哦，老板。哎、欸，达瑞，我们现在超他一五一，他直接炸裂。打牌有点肥。哎、欸，我红又出来，我龙兽要被干了。我会跟你，我等等会往中上靠。造杀！干嘛？你又被偷了？我被偷了。
他真的都知道，他就是一定要干你两个 buff， 我从头干到尾。哇，拿个红，一个红有加八八吗？啊，我搞了。啊，多余吗？哦，哎、欸，格雷夫上路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，哎、欸，你要开干这里啊？不用，刚才这么狂，我听到嘞。小闪，小闪。哎、欸、哇，他整狙死啊！啊，好会啊！啊，来吧。哎、欸，来，来搞，来搞，来。可以可以，我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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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了死了死了，够盘够开战够。哎、欸，雷文又被单杀了、欸。带一个奶草，带一塔，带一塔。在扫盲哎，哇，耍狂哎、欸，格雷夫应该要收掉他了。受不了，受不了，这个也不行。干嘛？这个闪现呢、欸？哎、欸，没有收到，收到，收到。老焦哎、欸，你要不要蹲个？巴德会来，等他来一分钟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蹲着，蹲着。巴德来送，巴德来送。哎呦，被看到了，因为他看起来怪怪的吗？哎、欸，赶快溜！我猜会有个 TP 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就快把他弄了。哇！我叫他啊！叫我弟弟！不！哈这闪现怎么那么短啊？这闪现大概只有三公分吧。太过了。闪现太短了，我想到我闪现应该够远，可以闪过去。要买这件装吗？每次都好犹豫。啊竟然没有闪过去，先拿散塔吧，我们追散塔。我想买。阿兰打阿兰，格雷夫下，伊利下，不在干这个了。先扫一下，有眼哦，看到了。跑出来了，你要找谁？哎、欸，这个钩是怎样？啊、这个钩好像很远。我们先跑。这大绝是三角。确实是三角。哎、欸，他扫扫，哎、欸，他紧张哎。哦，开局，开局，开局！打不打？哎哎哎哎，巴德，巴德，巴德！啊！我开干！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好有知道！哎呦，我看这个鸟，漂亮！嘣！哇，进好广哦！哎、欸，这边死光嘞！我直接大获全胜！来来来来。欸、他们打中塔，中塔先吧，中塔，中塔，中塔先。血量太低了。早知道刚买叠书了。回喽。拜拜，五秒飞哦。会远一点。总要出来，先拿一把，五秒，五秒。King of Trolls coming through。被打。我这装没了，刚刚还想要拍飞、欸，至少有拍飞啊！他们应该是想偷吃龙吧？他们想吃，他们想吃。哇哦！哎、欸，这格雷夫妈的，狗娘养的！哎、欸，他真的很会吃哎、欸！他怎么都一直偷？哦，我觉得巴龙有机会，我去下一局。
哇，我防应该可以打，挡得住。应该没下粉。耶、啊，里面有一根粉眼，他们放超久那根粉眼。去做，哎、欸，八子。哦，痛！来，哎、欸，我进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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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痛！还行，还行。雷文这个收头，过光光。哇，雷文好多、哦。他还想跑，他真的以为他跑掉了。哎、啊！真以为自己跑了掉！嗯，哎、欸，没兵。巴龙，好吧，这个兵线感觉巴龙好一点。哎、欸，20秒可以直接去吧？有20秒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坦一下？来，走。好，狙击了，打开后，漂亮，狙击、欸！雷文最后猛一波哎、欸，他做东西有用。可他刚超远哎、欸，刚我看他超远，我本来不想打的。没有，这边我太差。就龙兽一个风筝，那个傻逼。哦，你说那个达瑞斯哦，那个达瑞斯。哎、欸，这是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在这角色上面都可以？不是你大绝随便吸个坦都超过2000吧？没有，对面坦就很乱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伤害那么鸟啊？我也有做事啊，我在前面柱子丢得很辛苦。怎么那么乱呢、啊？先不要打，不要伤害。没有、啊、你至少我觉得啊，你没有抢河蟹就做到事了。哦，没有抢河蟹就是一个好事，对不对？不要抢河蟹。没有啊，这个角色本来就没办法输出到人哦，我觉得这不能怪他，打神魔本来就没办法打人哦。真的。OK， 好啊，你先打吧，我要关了，拜拜。好，大家，我休息一下，等等要出门啦。今天就先开到这里啦，拉掉888。没有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伤害那么低吗？因为其实特兰德的大绝伤害就是你要吸一个坦克，然后要一直触发，一直触发。可是你知道我这次大绝，我只要每次一吸谁，我一吸他，我那个5秒还没到，他就先爆裂了。没有，我大绝就吸了，根本没有打多少伤害就爆裂了。OK， 好啦，那就先开到这里啦，然后最后再请大家吃一次广告，然后。明天不会开台，所以应该下次开台应该是礼拜一再见吧。哦，承受伤害，我承受伤害应该蛮高的啦。看承受伤害，其实我承受伤害也是有在做事的、啊，也承受了不错多的伤害啊，16400点就只是输出有点可笑。好啦，先关台咯，大家啵啵。